百年时尚新，千年翡翠情，买 A 货翡翠加微信11776270，鉴赏期内免费退换，让您花最少的钱带最好的翡翠。1945年8月8日晚，苏联政府向日本驻莫斯科大使宣布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，这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争已经结束，苏联终于腾出力量来对付日本。而当时驻扎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，由于多次被征调支援亚洲其他战场，早就只剩下了一些老弱病残。日军当然明白自己失败的结局已不可扭转，但他们仍然不知悔改，还在做着最后的挣扎。众所周知，日本曾在哈尔滨建立731部队，专门研究细菌战武器。二战后期，日本眼看自己逐渐溃败，为了避免留下罪证，已将细菌研究所全部摧毁。但为了以防万一，他们还是留下了一小部分细菌样本。苏联攻打东北日军，日军不敌败走，却派出敢死队偷偷将细菌样本投放到苏军驻扎地的粮食和水井里，导致50,000苏军因感染疟疾去世。要不是苏联方面果断采取隔离措施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斯大林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怒，下令一个日军都不能放过，并把所有日军俘虏都流放到西伯利亚地带，让他们在高寒偏远的地方自生自灭，其实也就相当于断绝了他们生的希望。外强中干的日本根本抵挡不了苏联的进攻，仅仅一周，东北关东军就被打退。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投降。要说这三国中的吕布从没杀过一员大将，却被后世尊为三国第一，就因为他有一个记录无人能破。什么记录你知道吗？